好，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组文娱多看点。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外表帅气却鲜有绯闻的罗志祥在现场却闹不清楚这中国情人节的具体日期。情人节什么时候？啊，八月三情人节不是三月的那个吗？我个人一直强调说情人节太多了哦，我觉得应该要多的应该是父亲节跟母亲节，而不是情人节，因为真正该过的节日应该是家人而不是情人，情人一个就够了。